百万名车路口违停，远警见状上前盘查，但没想到身份却是失踪人口。妈是不是给你报失踪啊？对，因为我前阵子跟他吵架。女子供称跟家人吵架，因此离家出走，但这还没完，远警要求她下车配合盘查，没想到竟然在她的右后裤袋发现咖啡包，怀疑不对劲，进一步检验，果真是毒品。但眼前这名女子身材姣好，原来是她小有名气的 JKF 女郎，平时活跃直播摄影圈，有十万多名的粉丝追踪，过去就曾频频登上社会版面，包括因为在网络上向另外一位直播主购买包包，结果后来告对方诈欺。反哀告加重诽谤，另外摄影圈人士还指控他向多位摄影师借钱不还，在摄影圈消失近一年的时间，如今再现身却是因为违停遭警方拦下，被查到毒咖啡包，过往名气随着负面新闻声望恐怕也跟着受到影响。